Hello， 與同時間，大家入咗嚟未咧？今日我係身處韓國首爾啦，當然係。啊，我應該幾時到步？琴日到步，今日第二日。其實我今日嚟主要嘅目的咧，當然係有好嘢先至咁遠飛過嚟嘅。各位入嚟未啊？等你哋入嚟先。等下啲朋友仔入嚟先。今日咧，其實介紹呢個產品咧，對於我嚟講咧，我哋呢啲叫做上咗少少年紀嘅，真係好需要嘅。咁就係女人終身嘅嘢。咁除咗減肥之外咧，我哋終身就係成日都想，哎 ，Sammy 啱曬你淡斑，咁係一個真係可以淡斑嘅產品。咁我對呢個產品其實我喺新年後咧，這個大約係三月初，我已經接到呢一個產品嘅資料，我已經好感興趣。但係咧，我對產品一直都係一個宗旨啦，我一定要試咗佢嘅效果啦，同埋要了解佢嘅 background 啦，先會介紹俾大家，就唔會盲目跟風跟潮流嘅。大家都知道，好掛住你，我都好掛住大家。哇！琴日嚟到好慘啊，好大雨啦，淋濕曬啦，跟住第一步，我哋凌晨機朝頭早到啦，跟住第一十一點韓國十點啦，我哋就已經要去World Skin 啦，了解佢新產品啦。跟住總之就好忙碌啊。咁今日咧就嚟到咧呢一個產品咧喺韓國啦，因為全韓文我都唔識讀佢。呢個韓國你哋點讀啊？呢個牌子 Lens Clean。韓文就讀 lens cream， 我都有啲讀唔到啊，唔緊要。不過最緊要咧，我哋要知道佢質地，同埋裏邊有啲咩成分真係做到淡斑呢個效果先重要嘅。咁今日咧，我最開心就係咧，呢個牌子咧嚟到咧好快咁樣，大家可以溝通到了解到，原來咧佢呢度咧，我覺得好親切啦。嚟到咧，佢哋係有佢哋嘅翻譯員咧係講廣東話嘅，好正好正。咁我哋請佢哋嘅翻譯同大家打個招呼，代表呢個品牌嘅老闆。Hello， 同大家。Hello， 大家好。講廣東話係咪好親切啊？但呢個真係真係韓國嘅。Hello， 如果大家香港見到佢咧，佢都會翻香港噶嘛，咁記得可以同佢打聲招呼嘅。咁啊，呢個品牌嘅點解我哋咁放心同埋相信佢呢個品牌嘅成分係真係有效咧？我哋大家首先要睇下佢嘅資料啦。咁喺韓國咧，呢度啲字可能好細啦，咁大家可以放心，佢喺韓國係。這個生產廠是韓國當地數一數二的大藥廠，東星製藥。咁呢一間廠咧，如果喺韓國當地人咧，如果本地人冇人唔識佢呢間廠，所以佢製造出嚟嘅護膚品咧，因為美白係有藥性嘅，咁唔係普通嘅我哋 skin care 嘢，係一啲叫醫美嘅啦，因為可以淡到斑就係醫美嘅產品。咁啊呢一個產品咧，佢獨特之處咧。它裡面的成分很溫和，同埋就係係真係每一個針對性每一個成分有它針對性講到它每個的功效。所以我哋首先嚟了解一下咧，有冇幾多個人係面上有斑啊已經，同埋又覺得用咩產品都冇效噶？咁可以舉手啊！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喺我講分享一下自己啦，我今年四十幾歲啦，唔好講啦嚇。咁咧喺我自己咧，其實喺三十歲前我係冇斑，完全冇嘅。啊，好心痛 ，hello， 係啊，消化有斑係，咁咧斑咧冇限話幾多歲先出嚟嘅喎，咁啊亦都冇話你唔曬太陽就冇斑嘅喎，同埋斑好恐怖啊，佢一出嚟咧係你想象唔到，佢可以偷偷地走出嚟，同埋我見過最恐怖嘅斑係邊啲咧，就係去到佢首先佢密集式啦，跟住堆埋一齊變成蝴蝶斑，最恐怖嘅一句係會變成老人斑，咁呢一種蝴蝶同老人斑咧恐怖到係佢一啲劈一笪。我有個女性朋友咧，應該今年係大我大約兩年，但係喺十年前佢已經開始有呢個蝴蝶斑，係真係好似一隻蝴蝶由個鼻斑到嚟呢度。咁佢試勻曬所有美白產品都真係冇效，同埋淡斑嘅嘢都淡唔到。咁其實所以咧，我後來了解咗就係針對性，原來佢用嘅嘢只係美白，同埋佢用嘅產品佢冇了解到係到底可唔可以日頭用，定係淨係夜晚用，好緊要。再加上原來咧。佢係冇正確護膚，同埋佢係冇針對性去了解自己身體。佢係夜晚，應該咁講，佢係朝頭早八點先瞓覺。咁試問一個咁樣嘅體質，點樣可以你嘅斑？你用咩產品都好難，因為斑咧，其實我哋可以睇下佢嘅生存，即係發現喺我哋面上面出現係點樣出現嘅。照顧自己，其實咧斑你咁講啦。你話極速睇係點樣睇？一般咧，其實如果個產品用四個星期，你一定係會見到佢淡化，同埋全面嘅膚色一定有均勻嘅效果。咁我哋一齊咧，其實呢一個產品嘅中文資料咧，咁我喺三月頭我已經了解咗啦。我哋一齊了解一下佢呢個斑嘅成分點解有效先。
首先我近少少同大家講下，其實好多時咧我都會、主要想同大家分享正確護膚啦。今日咧我仲咧特登帶埋咧我哋呢一個護膚升級版啊，護膚升級版。咁呢一個產品嘅順序係好緊要噶。咁而呢一個面霜係邊個順序咧？啱啱同大家分享。係啦，荷爾蒙斑小學時已經有嗱，好多時咧真係斑係有好多嘅因素，我嚟睇下先。我哋嘅皮膚結構咧係喺呢個係人都知道啊，好多人都聽過啦。二十八日嘅更新，咁喺二十八日更新裏邊咧會點樣會產生黑色素啊？我哋嚟睇下先。面部嘅角質層喺二十八日更新，佢首先咧由底層咧呢、這個基底層咧去到油次層啦，呢一度咧佢就用咗十四日。咁而入十四日之後，再上到我哋表皮嘅嗰粒層之後嘅角質層，就已經加埋二十八日。咁所以我哋定期要做去角質。如果冇做去角質咧，其實我哋嘅角質層咧就會增厚，增厚到咧就會變慢慢咧佢自己。如果你身體係健康狀況，你皮膚係健康，你都好正確護膚咧，佢自己會變成一個污垢，形成咧喺我哋身體裏邊經過汗啦、乳腺啦所有嘢一啲排走。但係如果你嘅身體皮膚你冇正確護膚，亦都冇做一啲、水分唔夠，其實佢自己排唔走嘅。咁要留意，其實我平時成日都講嘅去角質係好重要，就係呢一個因素。角質層增厚都會影響色素、加深嘅。咁因為呢一個咧喺我哋細胞層裏邊嘅基底層咧，佢移上去需要28日。咁如果你28日裏邊，點解又會話角質層？點解我呢度建議咧係五至七日做一次呢？就係因為我哋做嘅角質層唔係好深入用儀器，我哋用 product 去每一次每個星期做一個好溫和，將佢已經枯萎咗嘅一啲角質，我哋慢慢去溫和地咁樣排走。咁我哋唔係夾硬強行，所以我唔係好贊成去美容院做一啲譬如磨砂嗰啲叫咩啊水晶磨砂啊，喺個機頭度咧磨傷塊皮，因為其實幫你做嗰人佢斷估唔到你嘅角質層噶，反而自己喺 home care 度控制五至七日做一次咧，係最好嘅。咁所以呢一個咧，首先講解咗角質層增厚都有形成我哋嘅色斑形成嘅原因啦。而家係咪 Sammy？ 而家係咪識做去角質？知道真正嗰種透到氣，呢個係真嘅。即係每一個產品佢嘅用法一定要正確，你先會 feel 到佢嗰個功效。冇錯，做完之後一定要敷舒緩面膜同埋補水，或者甚至乎做修復。咁對於色素嚟講咧，我哋嘅頭先呢度有三點啦，呢度有三點啦。第一個咧就係表皮角質過厚啦，第二個咧就係個基層色素嘅細胞活化導致到黑色素形成出嚟嘅。第三咧就係黑色素表層滲出咗嚟之後咧，會變得更加暗黃，即係我哋嘅皮膚會更加暗黃，咁個色素就喺度加深啦。咁而你睇到咧，俾大家近少少睇啊，呢邊咧係一個健康嘅皮膚細胞。嗱，你見到啦，水分啦，我哋呢啲水分因子細胞，全部細胞都係健康活躍嘅。咁而呢一個咧，你會見到咧。呢一度開始出一啲色素，就係我哋嘅呢一個色素細胞，佢會令到慢慢就走出嚟表皮層，咁你就會見到我哋嘅色素。咁其實點解佢哋會走出嚟呢？有好多種因素形成到呢啲咁嘅色素沉澱之後，慢慢喺底層走出嚟嘅。咁我哋睇下嗰個因素咯喎。咁呢一個主要大家都知道啦，唔曬得太陽係嘛？咁即係紫外線啦，咁我哋睇下其實紫外線令到我哋皮膚有害，隔離黃生又搞搞陣，咁咧有害嘅因素嘅喎，咁咧紫外線真係佔好重要嘅因素嘅，基本上紫外線我成日都講，唔理你用咩防曬都要做好防曬，因為佢可以曬傷你、曬黑你，仲可以曬到你老化，呢個係真嘅，防曬好重要。咁而咧皮膚本身咧。我哋色斑形成沉淀色素咧有几大嘅因素嘅，先讲下呢五大因素俾大家知道。皮肤老化咧会占80%，都系紫外线形成嘅。因为紫外线咧其实里面有 UVA、UVB、UVC， 而有啲 UV 我哋基本上用嘅 product 咧，佢可能我哋要了解到底做咗几多层嘅保护，同埋你喺室外定室内有冇喺入去或者喺户外游水，水面嘅紫外线反射都系唔同嘅。所以咧 UV 一定要阻挡，系啦，要做好预防。Hello， 黎梅 ，Hello。咁跟住就到压力，其实压力真系好无疑地会影响黑色素形成同埋加重个黑色素细胞。咁大家可以睇下就促进黑色素细胞激素分解，即系佢本身嗱，如果我哋一个正常人，可能你晒亲，可能出嘅细胞系可能佢一粒 ，OK， 你有压力形成咧，佢会一变为。
二二變為三，三為四，咁咧就會好爆好多啦，即係不斷咁複製。咁呢一個壓力嘅色素細胞咧，其實咧係要我哋自己要控制嘅，即係做嘢唔好咁緊張啦，同埋唔好將一件事諗得太負面。呢個係真嘅，我哋盡量做人就輕鬆啲啦。咁係其實我成日都分享，連暗瘡都係會複製嘅。我哋嘅腦下垂細胞咧係會將我哋諗唔好嘅嘢咧不斷咁複製，即係好似你每日都諗自己，哎呀我好多斑啊，好唔開心啊，又諗唔到方法，生粒斑都咁負面，咁你就會令到你自己咧不斷個斑嘅細胞咧個激素增加，咁佢就會分解越嚟越多個細胞出嚟，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咁另外咧好得意喎，有啲人話我唔曬太陽嘅，我喺室內做嘢嘅，我唔同陽光玩遊戲嘅，點解我都有斑嘅？咁呢個原因咧就係咧，你本身身體裏面有好多嘅因素，唔係淨係斑，唔係淨係紫外線曬出嚟嘅。沒有紫即係冇紫外線，點解都可以造致到有色斑呢？有好多因素嘅。咁我哋睇下啦，有一種咧係荷爾蒙。咁有啲人咧甚至乎咧係天生嗰、那個激素黑色素荷爾蒙咧係比較特別易產生嘅，而有啲人咧係冇咁易產生嘅。咁激素過多嘅分泌咧，黑色素咧會形成生產咗呢一個黑色素出嚟啦。另外咧仲有就係有 80% 女性啊。在呢個孕即係我哋懷孕期間，其實就會令到呢、這個色斑形成嘅。咁所以咧，喺我哋舉例啦，你唔可以到發生咗先去做，你就要喺佢未出現就要預防。都係嗰句啦，做好預防，除咗防曬之外，正確護膚啦，同埋要補水，皮膚有水分先可以做到任其他所有嘅嘢嘅。你唔俾營養佢，佢乜都做唔到，明唔明白？係啦，誒個個都同黃生打招呼嘅，專心上堂係啊。好啦，跟住之後咧，咁到你有咗色，仲有一樣嘢就講埋先啦，包括咗生理前生更年期啊，仲有就係卵巢嘅異常啦、經期嘅不調啦，都會影響色斑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其實佢就係講我唔曬太陽，但我有色斑。譬如你睡眠時間正即係個規律好唔好啦，咁你會影響咗你個肝啦，好多方面。咁好似頭先呢個第四點啦，佢叫內臟障礙，即係意思你本身裏面嘅五臟六腑都唔健康嘅話，即使你唔曬太陽，你唔又唔係即係點講？你唔去同陽光玩遊戲，但係都有色斑，咁就係身體嘅問題。咁我哋點樣去預防？即係要多方面啦，係咪？咁啊，仲有就係食物方面都有影響嘅，令到有色斑。嗱，吸煙嘅人咧，即係食煙咧，佢就算唔同唔玩唔曬太陽又唔夜瞓，可能佢都有色斑嘅。因為點解咧？咖啡因啊、尼古丁啊，同埋食物裏面嘅一啲肉質嘅酸化性咧，都會產生呢個黑色素，會特別易形成嘅。即係話可能你本身大家都一起在曬一日，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本身食煙的人，可能你曬出斑的機會就會大過一個不食煙的人。又或者可能你一個食肉很多的人，你去一起曬太陽，你曬出斑的機會又會大過一個食肉少的人。所以我們飲食都要均衡，就是這樣了。咁另外呢那個咖啡因啦，咁飲真是真的，你飲得咖啡多就算你唔大家同一日在那曬太陽，可能你曬出個色斑都會比冇飲咖啡嗰個會易出啲嘅。跟住咧，做色斑咧，其實咧呢一個產品咧，佢裏邊咧有三大功效。頭先講咗點樣形成，咁紫外線、荷爾蒙，仲有呢一個係壓力，跟住仲有就係食物啦，其他嘅因素影響。咁而呢一個產品裏邊，佢裏邊做到啲咩功效咧？佢裏邊其實有幾個成分，我一陣同大家介紹。而家介紹咗佢。首先佢嘅功效先，佢嘅功效主要啊，大家可以睇下，因為佢嘅質地咧係好薄，佢係叫 cream， 但係薄到好似一個絲雲咁嘅質地。咁佢首先咧，佢有滲透力係好強嘅，同埋佢首先直接咧阻擋啊，記住佢隔離咗，即係完全隔離咗紫外線先。咁令到你嘅嗱，你望下隔離意思就係佢呢個產品本身有隔離啦。你搽完佢之後，佢會將紫外線咁樣離開，就完全唔會接觸到皮膚，接觸唔到就入唔到去啦。咁另外咧，第二咧，佢會阻止黑色素生產過程。黑色素本身喺度開始有又開始孕育啦，咁咧佢就會阻止佢生產，即係唔俾佢細胞繼續加大蓬勃，就阻止佢生產。咁第三咧，佢呢個第二個阻止生產咧，就係佢會抑制黑色素細胞嘅活性能力，令到我哋嘅黑色素細胞咧唔好再加強。
第三啦，因為你記住，你而家見到呢一粒啫。嗱，我特登今日係冇化妝俾大家睇下我嘅色斑。而家大家可能都用緊我介紹嘅一個淡斑安瓶啦。其實咧，我嚟介紹呢、這、一個準備要介紹呢一個淡斑霜之前咧，我就停咗一個星期，暫時唔好搽住，因為我想個色斑其實那個安瓶好有效，所以咧我驚一間佢淡曬之後，我試唔到呢、這、一個。唔介意之前，尼姑皮膚咁靚。色素咪好好，咁如果個尼姑佢夜瞓咧，咁咪即係都係有機會咯，明唔明？係啦，同埋或者佢冇做防曬咧，咁佢嘅皮膚咪都好易出斑咯，所以頭先咪講咗咧有好多個因素咯。咁啊，仲有就係呢一個佢第三個啦，咁佢黑色素咧個色。那個變會令到個色素咧變淺，咁所以佢原本個成分咧就係、是、有一個美白嘅效果。Sammy， 你用咗嗰個淡斑安瓶啦，用咗效果如何啊？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你嘅斑嘅情況，但我自己咧用咗，因為我係重點呢兩粒啦，呢度有啲散斑啦，我就真係散斑喺度淡咗好多，因為好細粒本身咧，我已經老化，照鏡都唔係好覺，但係呢邊咧就真係呢兩係真係細達咗同埋淺色咗嘅。咁我哋除咗安瓶之外，仲需要其他嘅產品都有淡斑，因為你知唔知有斑？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唔覺得斑係一個好痛苦啦。但係當一個有嚴重斑點人，其實真係好痛苦同埋好唔開心，每日都要化妝，特登去搽好痕嘅好厚嘅粉去遮佢。所以我覺得淡斑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咁啊，講翻先，佢裏面有黑有美白成分，所以令到佢呢一個黑色素可以。變淺啦，還原翻美白功效啦，所以對膚色，如果譬如有班人我留意到，都可能咧都會比較乾啦，咁同埋咧佢就會全面都有少少暗黃，膚色唔均勻啦，咁所以呢一個產品裏邊咧係同時做到美白均勻膚色效果嘅。其實咧，咁我哋就要介紹一下呢一個產品裏邊有邊三大成分而做到呢啲效果。我頸骨好深。以頸骨咧，因為呢度凸起咧比較近紫外線，你這個呢個有機會都是紫外線曬出嚟嘅色斑嚟嘅。其實咧，如果淡斑咧，最易淡斑咧就係、是、一啲曬出嚟嘅，最難搞咧就係、是、荷爾蒙色斑。因為我可以話俾大家聽，色斑咧，我哋用一個皮膚層啦嚇。其實你見到呢張會大啲，你見到一個皮膚層啦。咁其實咧，一個色斑咧係喺我哋皮膚嗰度，喺一個表皮。但如果荷爾蒙斑咧，係喺荷爾蒙斑係即色斑喺表皮啦，荷爾蒙斑係色斑嘅下面。咁所以如果你要淡斑，我哋淡到嘅紫外線曬出嘅斑咪易啲咯。但係你要淡下面呢一個荷爾蒙斑就會難啲啦。所以咧，佢要一層層分解，首先將色斑分解，好啦，接觸到呢個荷爾蒙斑啦，先可以將佢細胞分解。所以咧，荷爾蒙斑係難搞啲，用嘅時間啊或者睇個效果都需要時間長啲。但係散出嚟嘅斑咧就好快見效。一支其實你講嗰、那個安瓶其實唔係啊，佢一支咧 prefer 你可以用兩次早晚啦。我自己有陣時甚至乎一支用曬佢嘅，因為我就覺得安瓶本身佢裡面冇防腐劑噶嘛，都建議你盡快用曬嘅。咁一支用一日我覺得 OK 啊，第二日即係譬如今晚用完，聽朝搽埋佢，咁我就唔建議擺到去聽晚或者後日咁樣先用曬就唔係咁好啦。因為我哋唔可以太慳嘅，個本身嗰個份量嘅成分建議你一日用一日即係早晚加埋用一支，咁你就應該用曬佢嘅。如果唔係其實咧精華咧係或者安瓶係會揮發嘅，揮發咗咧剩翻你見到個樣係咁多，但係搽落去功效咧其實已經蝕咗一半嘅，所以千祈唔好咁諗，係啦，我哋千祈唔好咁諗。咁而呢一個產品咧，佢本身呢一個去斑霜咧，佢裏邊咧主要嘅成分，首先係有曲酸。咁曲酸係啲乜嘢嚟嘅咧？一間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曲酸咧就係、是、有一個植物裏邊提煉出嚟嘅，一間可以話俾大家聽。而呢個曲酸咧係可以令到抑制，你知道我哋嘅色斑其實咧，我哋皮膚裏邊有一個叫做咧氨酸酶，會令到我哋嘅色產生色斑，因為佢會會係針對會令到呢一個色斑產生，咁點解氨酸酶點樣控制呢？曲酸嘅濃度就可以控制到呢一個氨酸酶嘅活性化，咁直接可以影響到我哋皮膚對黑色素嘅幫助，即係產生控制佢唔好生產嘅即係生長黑色素嘅幫助嘅。同埋佢所有嘅成分咧係已經做咗臨床實驗，係有曬證明嘅。第二個成分咧叫蜂毒。
咁蜂毒即係一種蜜蜂裏邊啦，佢裏邊提煉出嚟一支天都係其實蜜蜂，咁佢都係天然成分啦，提煉出嚟嘅。咁佢呢個咧就唔係叫做嗰啲植物天然成分嘅，因為佢裏邊係要經過一啲真係要科學嘅研發提煉出嚟先做到嘅。而蜂毒咧本身咧，佢係可以將黑色素細胞減少嚇，同埋係有呢一個對皮膚啊係有一個叫做美白嘅功效。咁同埋咧，佢裏邊咧。因為呢個係冇純啊，係啦，冇藥純嘅，咁佢美白效果咧，你大家可以睇到嘅。經過譬如用咗第呢、這個零啦，即係未開始用啦，第四日、第八日，其實皮膚就一路咁樣改變緊個色素。同埋咧，最緊要就係佢呢一個蜂毒咧，總同大家講下，佢呢度有寫就係話，佢呢個蜂毒咧係做咗攞咗一個驗證，同埋又佢係有一個產成分裏邊嘅 QR code， 即係個驗證碼喺度嘅。而喺佢每一個產品後面咧，都用韓文寫咗嘅，就喺呢度，係啦，喺呢一個蜂毒嘅成分後面就用韓文寫咗，係佢一個驗證碼嘅標籤嚟嘅。所以大家用呢一個產品，如果話有啲人都驚嘅，即係譬如話佢有美白成分啊，或者佢有淡斑啊，一啲煙味嘅，安唔安全啊？咁大家就可以放心啦。第一佢係大廠做，第二就係佢所有成分都做曬驗證嘅。係啊係啊，之前嗰個安瓶，不過都係嗰句啦，因為佢嘅成分咧係真係純嗰個濃度，所以先至會咁公秘。嚟緊咧，我哋會引入佢個嗰個叫做爽膚水美淡斑美白嘅爽膚水同埋佢嘅面霜，到時你打開你就會發現仲公秘。咁冇辦法啦，要有效。係啊，最好一日一支。咁第三個成分咧，佢裏邊咧就係胎盤素。咁我知道大家聽到胎盤素咧都會好緊張就，哎呀係啲咩胎盤嚟㗎？咁真心講啊，胎盤素一般咧，如果要有做到個真實嗰個修復效果咧，最好就係豬胎盤。咁當然啦，胎盤仲有新西蘭通常就用羊胎盤啦。咁而仲有某啲牌子就用植物胎盤啦。咁植物胎盤嗰個美白效果同豬胎盤嗰個係唔同嘅。植物胎盤咧主要咧佢本身係有一個簡單嘅修復啦，同埋美白效果，咁而呢一個胎盤咧，豬胎盤咧，佢本身係蛋白質啦，咁另同埋咧，即係佢對蛋白質嘅個促進效果係加強好多，對皮膚嘅修復啦、表皮受損咧都適合用噶，所以呢一個個面霜咧，如果你嘅皮膚受損又有色斑，都適合用嘅。咁呢一個胎盤咧，本身喺人體嘅纖維芽細胞裏邊咧。人胎素的溶液裏面加了之後，會針對清液有一個免疫的吸收能力，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些資料，這裡就是針對性講女性呢，其實去到一個年齡層呢，色斑就會特別多，咁呢啲呢就係一啲散斑，你會見到呢個係佢哋做一啲臨床實驗嘅，49歲啦、50歲啦、51歲啦，咁佢哋有用之前同之後，咁呢就會見到嗰個效果嘅，所以佢哋就唔係齋一個齋講嘅，呢個產品裏面所有成分都做過驗證。呢度好笑，呢度佢做咗一個圖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個皮膚咧有一個目標嘅，即係我哋其實就可以由一個老化嘅皮膚變翻後生肌膚，因為其實呢一個面霜咧，佢裏邊嘅成分咧，除咗我哋針對性講嘅淡斑之外咧，最重要就係佢裏邊有胎盤，咁即係可以活化年輕化綠皮膚。咁所以如果你同時間你皮膚真心講有色斑人通常皮膚都幾乾，咁同埋幼紋啦、乾紋都比較嚴重，就係開始老化。咁所以呢個面霜咧，仲可以針對性對一啲老化皮膚都有幫助。咁我哋一齊嚟睇下佢質地先。打開咗之後，頭先我已經試咗佢質地，望咧佢係 cream 嚟嘅，嗱 cream 嚟嘅。咁我哋攞出嚟睇下，最特別之處就係佢個分子好細。有絲雲的感覺，一些精華好像精華乳狀的感覺，那你一推開，我現在拿的份量都多的，給大家看看，它就會立刻變成絲雲這樣很快吸收。所以如果在韓國當地，因為韓國天氣跟我們香港不同，他們就會建議有色斑的人就在用
乳液之後用乳液之前用佢啦，咁啊乳液之前咧就譬如好似我哋就將乳液 lotion 就擺日頭用啦，咁我哋韓國當地一般咧就夜晚咧搽咗乳液先至去搽面霜嘅，咁呢一個產品咧佢就當喺 serum 嘅最後一步，即係乳液之前就要搽啦。咁佢哋建議咧就係針對性係一啲斑嘅位置，譬如好似我呢度係有散斑嘅，咁又或者好似我呢度有呢個斑嘅，咁佢建議你精華之後就重點搽啦，搽啦等佢吸收啦，跟住全面咧，你好似我咁全其他冇斑嘅，咁我哋就可以搽翻我哋嘅面霜。所以咧，我哋呢一個面霜本呢一、這個去斑霜咧，佢裏邊嘅成分咧係建議日夜都可以用。當然佢就覺得係日夜用咧個效果會更加好，因為大家要留意，好多人都會擔心美白同淡斑嘅嘢，乜唔係日頭唔用得嘅咩？如果唔係對光線好敏感，佢裡面唔係用 VC 維他命嚟做嘅，佢裡面係用曲酸呢一種成分去做到呢一個阻擋 UV 嘅成分，所以變咗佢喺日間用咧都可以保護到皮膚。佢唔係就咁用VC 嚟做美白，所以大家成分唔同，係日夜都用得嘅。咁如果日頭用咧，我建議你可以當佢係一個乳液用都得。如果係夜晚用咧，就係精華最後一步，跟住先搽面霜，佢係好快吸收，同埋係爽嘅。咁呢度咧，佢有啲係韓文嘅資料，可以同大家講翻啦。曲酸係啲乜嘢？咁而佢其他嗰兩份係咩成分呢？我哋請翻佢哋呢度嘅中文翻譯員 Rosanna 同我哋介紹一下，唔該曬。係啦，其實佢呢個係啲咩啊？咁首先講下，其實呢一個咧最高呢一個咧，其實係頭先曲酸講嘅曲酸嚟嘅，係啦。咁曲酸其實係一個混合物嚟嘅，咁呢個混合成分咧，其實最主要咧係喺米、酵母同埋米嗰度提煉而成嘅。咁如果一個化學名叫做科學名就叫做米曲霉。米曲霉。咁而下邊呢一個咧就係啱啱提到嘅攞咗特許嘅，咁就係一個蜂毒嘅成分。咁仲有呢一個最主要都係美白啦。咁同埋係全部頭先都講過係一個做過臨床實驗嘅，咁有呢一個功效。咁而最後呢一個咧，第三個咧就係胎盤嘅提取物嚟嘅。胎盤提取物。咁胎盤本身有收量，唔該曬。咁我想問咧，隔離呢張咧係咩意思啊？係咪講用咗之後個效果啊？哦，係。咁我哋解釋一下。好，冇問題。咁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臨床實驗嘅一個對比圖嚟嘅。咁這個、呢一個咧，由第一個禮拜開始用，咁就用到第四個禮拜。咁由第一個禮拜開始用到第四個禮拜咧，呢、這個就係 before， 呢個係 after 嘅。咁就好明顯見到佢嘅暗瓦啦、黃啦，其實都冇曬嘅。咁同埋一啲想起又未起曬之間嘅斑咧，其實都冇咗嘅。哦，即係好快，其實喺四個星期都見到佢淡化一啲比較淺色同埋一啲散嘅斑嘅。如果深嘅斑用嘅時間就要長啲去睇個效果啦。好啊，好啊，唔該曬，因為真係唔識睇。我真係喺香港過嚟已經成幾多年啦，七年啦，哇！咁你有冇翻香港啊？有。好個，我都八卦，都想知道一下，純粹問一下。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個產品咧，我自己覺得咧，佢個成分啦，同埋個質地都好，都我一定要知清楚。了解咗佢成分之後咧，我就好心急。想翻去用啦，到底可以淡？同埋我好想幫我身邊其實有幾個朋友咧，色斑係好嚴重啊！希望呢個產品對佢哋有幫助啦。今日咧嘅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啦。對大家對呢一個淡斑霜再有啲咩興趣咧，可以留言俾我哋。有咩問題，我哋都可以揾阿 Rosanna 問翻老闆呢個同埋廠方面呢一個產品嘅資料嘅。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啦。大家有冇咩問題啊？咁嚟緊我嘅旅程啊，仲有兩日啫。聽日咧，我會喺下午嘅3點鐘首先上晝我會去 CIG 度介紹新嘅春季產品，春夏季啦，咁啊好適合一啲咧油性同混合性偏油嘅肌膚用嘅。咁聽日冇留意啦，冇錯過，冇留意。咁唔緊要啦，你哋都慣我係咁噶啦。係啊，未食飯啊，好肚餓而家。咁啊，仲有就係啦。這個產品你都知道了，我介紹完咧就唔係即刻香港得賣嘅，咁大家忍一忍，我哋需要做申請嘅，因為始終佢係醫美嘢啦，咁同埋真係好嘢咧，我哋就唔怕等嘅，千祈唔好咁心急啊！咁跟住韓國時間啊，快一個鐘，而家幾點啊？19:38。哦，7:38啊，係要食飯啊，跟住仲有就係呢一個。
一個面霜咧，我希望係可以喺嚟緊母親節5月13日啦，睇下可唔可以申請到啦，可以早啲引入翻香港，大家可以早啲淡斑啊嘛。其實色斑咧會令到個人好老，同埋咧有好多唔方便嘅，譬如想唔化妝又唔得啦，同埋會將人個感覺啊，覺得個人好唔健康、好污糟。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咁所以我係處於即係大家都明白到想皮膚係點樣。光滑啊，靚啊，咁樣都係嗰句，要正確護膚先啊，最緊要。好想試，係啊，我都好想啊，希望我今日可以帶翻香港試翻幾個星期，再同大家分享。係啊，我哋要走啦，要食飯。聽日仲有下午3点咧，咁我哋會去另一個品牌咧，係關於而家香港韓國嘢好興嘅一個，唔係護膚品，大家估下，估到咧，聽日直播答問題有獎嚇，獎你兩巴掌。直播到此为止啦，今日分享嘅呢一个淡斑霜，希望可以帮到大家，真系淡晒啲斑，拜拜。